这个就是 GoAnimate， 注册登机后就会来到这个首页，点击 Make a Video， 你会看到下面有很多不同动画的选择，有些不是免费的，比如这个 Business Exclusive 或者是 Pay $59 a year 就是要付钱的，免费的是没有任何标题的。选择你想要的动画风格后，再按一下 Template 模板的一个标志，差不多每一个动画都有这个 Template 的选择的。我建议学生制作动画的时候都使用 GoAnimate 提供的这些 Template。 好，我现在做一个 Template 的示范，点击这个 Template 的标志，来到这里首先要选择地点，再选择人物，我通常只用免费的人物的。最后可以在这里设计对话，可以在空格里输入人物所讲的东西，然后再选择语言，完成后点击 Preview， 看过动画后就可以点击 Save Now， 填上标题，最后按一下 Publish。 就可以成功的制作你的动画了。想跟学生分享的话，点击 Share Export， 就可以在最下面的一栏找到连结。